这棒扫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深远的位置，张志豪还在追这颗球，哇！蜘蛛人张志豪，哇！又是一次的美记击杀，下半季张志豪救了中信兄弟不少命啊！哇，这个眼见要形成长打的飞球，还是被接到哦，笑人呢，下去洗洗睡啊！你。 重量训练可能要再做一下。哦，这一球张振宇打得已经很好哦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不管是仰角啊，还是他飞行的速度，已经都，还有他的那个打到的那个位置哦，都已经没话讲哦。张振豪不愧是过去拿到金手套等级的球员。他还是有脚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当费。 중심브라더스 공식 유튜브 채널 구독해 주시고 팟캐스트 샹디니라이 사도 함께 구독해 주시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. 쉐쉐.